那小伙子的名字勇敢上前线，妻子送郎上战场，母亲送儿大东洋，爱的呀儿嘿。我是不知道你还会修这个，有点意外，有惊喜。人家送给你一个表达心意的东西，你除了表示欣喜和感谢之外，不要问这问那的，尤其是怀疑的话也不要问，明白吗？明白，你说什么我都听。这诗也是你写的？你不长记性是吧？逗你呢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特别喜欢看你的样子。你记得你小时候学习那么好，永远高高在上，谁都不理。但你现在不一样了，那么可爱、漂亮、温柔。瑞雪，我就想一直这么看你，一直看着。你怎么一下子变得这么会说话呢？你这么会说话呀，也让我觉得你特别可爱。瑞雪，我马上就要走了，可能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。其中有好多话想跟你说。说。算了，不说了，留着写信说吧。我现在就想这么跟你待着。可我有话要跟你说。那你说。这手帕不只是礼物，也是我们的订婚信物。记住，你一定要把它收好了。收好了，我已经放好了，一直在这儿。真没想到他们俩进展这么快。梅梅，都怪我在这瞎撺掇，又惹你伤心。不，其实这些大伙儿都看在眼里，我心里又何尝不明白，只不过是我自己不想承认罢了，总想再自己去试一试。他俩一个是战斗英雄，一个是妇女干部，而且学问都那么高，本来就是天生的一对，我本来就不应该抱有任何的幻想。其实我应该祝福他们俩才对。梅梅，没事儿，总之以后你的婚事就包在我身上了，我肯定给你找一更好的。啊，谢谢你玉华姐，咱们啊先不说这个了，有一件小事情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嗨，有什么事儿你就说。这双鞋做好了，总不能白白浪费了吧？你能不能就说是你做的，帮我送给他？这我做的。哎，这刘正云他今天已经回平山了。就是因为这样，我才想请你帮我一个忙。等你到了平山团探望任政委的时候，
就帮我送给他吧。玉华，梅子。邓院长。邓院长。我说怎么找不着你们？原来你们俩躲在这儿说悄悄话呢。没有，没有呢。正好，我不用另行通知了。邓院长，是又来伤员了吗？没有，来，坐吧，坐坐。军区临时发来了电报，说是受党中央的委派，又有一位国际友人来咱们白求恩和平医院支援警察局边区抗战来了。又有一位友人来了。哦，他是来自于印度的柯蒂华大夫。军区考虑到他的国际友人身份，以及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的传承，决定任命他担任咱们白求恩和平医院的院长。邓院长，那您呢？我有更重要的任务。党中央决定在延安成立白求恩国际主义精神宣讲团，我是宣讲团的成员。啊，不光我，你们俩也是。啊，不会吧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考虑到我们和白大夫长期战斗在一起，是他最亲密的战友，白大夫的革命事迹我们最熟悉。那这个也太突然了吧。我们什么时候去延安？明天我跟柯蒂华大夫交接完工作以后就可以走了。考虑到去延安路途遥远，正好平山团的刘正云不是要回部队吗？跟我们是同路。可是他们今天早上刚刚才出发呢。对，这没关系。我昨天接到通知以后啊，就通知了五团，要他们通知刘正云等我们一下，等我们交代完工作以后就可以上路了。这路上大家都相互有个照应。对，又要和他见面啊。怎么，你们闹别扭了？哦，没有没有，邓院长。那好，我走了。好，你们俩聊吧。啊，邓院长您忙。您慢走。好。哎，看来这鞋呀还是得你亲手交给他。都回去吧，叔，别送了，我会把你们的问候传达给陆团长的。同志们，一路保重啊！敬礼。向后转。主管。就在刘正云等人赶赴陕北的时候，已经有一个人先期到达陕北了。国民党军统河北站站长黄义轩，由于得罪了军统头子戴笠，不但被排挤出军统，而且还被除去军人身份，调至贫瘠的陕北。到什么地方？啊，这离西安还有一会儿，要不您先打个盹。睡不着啊。在河北这些年，我一直在干，一刻不停的实干。我带军统干了这么多年，就落了八个字：曲终人散，人走茶凉。我看应该是另外八个字：用人如弃，卸磨杀驴。戴笠这么对你，太不公平了。不能这么说，戴老板。他让我离开河北，离开军统，或许有他的考量。这有什么考量的？他分明就是记恨你没有向他交出珠宝玉器。没有根据的话不要乱讲。您也不用替他遮掩了，这件事儿军统上下都知道。隐形蝴蝶丢了三十箱珠宝，戴笠为了讨好他责令我们追回。他是在南方丢的，我们军统河北站鞭长莫及，不可能能找到。可是他愣是开出了一张珠宝的单子，责令我们限时追回。这明摆着就是让我们勒索那些地主富户，逼着他们交出珠宝玉器啊。前方的将士浴血抗战，
戴老板在后方为了博得美人欢心，不惜公器私用。这种命令我绝不会执行。是啊，就是因为你不肯苟同，所以戴笠才恼羞成怒，把你逼出军统，脱离军队。做这个决定到现在我也不痛快，而且我也不怨恨戴老板，毕竟他曾提携重用我。我现在深感遗憾的是，抗战尚如火如荼，可我却逃到了大后方。作为军人，耻辱啊！守山学长，百闻不如一见。若不是亲眼看到，我真没有想到，这就是堂堂第八战区司令长官、陆军上将的住所。难怪别人都夸您廉洁奉公啊！宜轩说笑了。来，学长，宜轩敬您。来，尝尝本地的西凤美酒。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，我们都是出身黄埔。以我对你的了解，带兵打仗才能发挥你的军事才能。你在军统监视呀、绑架呀、情报暗杀呀，你觉得有意思吗？知我者，寿山学长也。可我毕竟在军统干了这么些年，说走就走，总有些不舍。以前啊，我知道你壮志未酬，此刻我就任命你为绥德专员。只要你跟我好好合作，完成校长的反共大计，我胡宗南说话算话，一定让你重回军界。只要学长能让我重回军界，我一定为党国的千秋大业效犬马之劳。好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以我第八战区的兵力，吃掉一个小小的陕甘宁边区，那是绰绰有余。可是现在，又是在国共合作时期，我师出无名啊。宇轩，我还想仰仗你助我一臂之力，把你在军统那些工作的经历，与八路军产生一下摩擦，或者是挑起点事端，啊，还有战端，你看如何？为了执行校长的决策，为了报答学长的提携之恩，我一定尽职尽责，与合作过的共产党八路军彻底决裂。哎呀，李院长，怎么样？别叫我嫂子了。咱大家都是老乡，何况我跟梅梅在一起，叫我玉华就行。好吧，玉华。哎，吴团呀，给同事发电报了，说你们要来。我算着呀，这两天应该到了。我们几个一起申请过来接你们，结果团长没有办法，只能让我们全来了。是啊，谢谢你们，还是老乡热情啊。哎，邓院长，要不你们跟我们先回到平山团吧，这好长时间不见了，跟大伙儿见个面。玉华，你说呢？院长，咱们有任务在身，还是先去延安报道吧。你就不想先见见任重委？这延安离米脂也不远，回头有的是机会呢。哎，玉华，你都已经到了陕北了，你就忍心不去看看任政委啊？哎哎哎，政委这会儿啊，估计已经盼得都快望穿秋水了吧。你们就别起哄了，等回头我跟梅梅有时间了，去平山团给你们做咱们平山县的铁锅炖菜吃。好。哎呀，可别说啊，一说到这个大锅菜啊，我这就流口水了我。哎呀，你就知道吃。郑源，这样吧，我带大壮和小何呢送邓院长，然后你啊赶紧回团部吧，大家伙呀都盼着你呢，期盼着你呀，赶紧给大家讲讲咱们家乡最近发生了什么新鲜事儿，家乡的亲人怎么样了。好，就这么定了。好。老人啊，最近没看见你媳妇儿给你烧衣服带军鞋啊？哎呀，
老陆，别开玩笑了，这玉华整天救死扶伤的，哪有闲工夫啊？团长、政委，已经调查清楚了。这个黄逸轩啊，刚当上绥德专员，跟保安司令才一周，就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几起的反共谋擦。根据我们抓到的凶手及土匪供述，他就是幕后主使，铁证如山。六号，国民党安定县县长田杰生，指挥保安队袭击杨家院，打死打伤我方官兵12人。哎，老陆，你看。这黄逸轩指使五堵县县长黄汝霖组织暗杀队，企图谋杀我718团三营副营长王秋杰。对，他已经赤裸裸地向我们进攻了。10号的时候，他还指令国民党清涧县县长艾善福串通土匪，发动抢劫去制造手段。没想到黄逸轩这么不择手段。这人呐，真是善变。还记得当初我们打上下西腰间战的时候，他们军统还协助我们杀敌，这恍如昨日啊！没想到这黄逸轩已经从一个血腥的男儿蜕变成了一个摩擦专家了。而且更可笑的是什么呢？他还邀请咱们王旅长明天到绥德碰面，还美其名曰说什么共商保卫黄河大计。这摆明了就是一个鸿门宴啊！咱们旅长不是在延安开会吗？明天去不了绥德，所以啊，特地派电报到咱们团，让你们两个选其中之一派代表去绥德。旅长呢也知道，在晋察冀边区的时候，咱们团跟黄逸轩打交道最多。好，我明天就去。这黄逸轩现在搞反共摩擦，搞得越来越肆无忌惮了，频频制造血案。老陆，你去太危险了，难道他把我扣下来不成？这黄逸轩并非鲁莽之人，既然他现在这么高调的反共，很明显是国民党的高层在暗地指使。他现在是唯恐天下不乱，何止扣了你，就算是加害你，也是有可能的。我同意老人的说法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嘛。而且现在他都这么肆无忌惮了，所以明天去的时候一定多带些人。报告，李佳烈他们把刘正英接回来了，我在山上远远看见了。团长，这回最合适陪你的人选出现了。是啊，郑云这小子脑袋灵活，再说他跟黄逸轩也相当熟悉，他最适合陪你去了。好，我明天就和郑云去绥德，会会这反共分子。哎，郑云，坐我旁边。今天黄专员请客，你怎么能站着呢？对，坐，郑云兄弟。没想到我们能在陕北重逢，来，这酒也喝了，面子也给了，咱们就开门见山，直接说吧。黄逸轩，你今天到底想怎么样？是想停止继续作恶，向我边区居民谢罪呢，还是想将我俩杀害，向你主子邀功请赏啊？北方人讲究喝了3杯见面酒再谈正事，没想到您这一杯下肚就开门见山。好，痛快说。血案做了，
真的以为，绥德的保安团能跟军统特工比吗？他们的脑子里可没有那些三民主义、军纪什么的。我们的人进城啊，那是易如反掌，并且就布置在这个小院的周边。只要你稍微有什么动静，你黄逸轩不但职位不保，甚至你连活着走出绥德都困难了。我看着，我黄逸轩不是被吓唬的。 这小院应该是绥德士绅界给你暂时居住的吧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你的东林住的是原绥德副专员牛城。牛城在这儿可是大户啊，呼风唤雨几十年了。依照惯例，每个新上任的绥德专员都要去他家拜访，而你黄逸轩，自是出身军统。 对他毫不理会，他早就把你恨之入骨了。你的后面住的应该是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、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的堂侄吧？你想想，如果一旦动枪，必然会伤及你的左邻右舍，轻则房屋财产被毁，重则伤及无辜。这事儿闹大了，于右任不免在军政要员面前。 对你有所抱怨，与此同时，牛城会放过你吗？他一定会见缝插针，落井下石。都半天了，还没动静。再等等，黄逸轩，你英勇善战，精明强悍，曾经也是很有血性的。 你之所以被逐出军统，调到陕北，这也证明你在国民党的高层没人了。而且，你刚到绥德，这山头派系什么的，你都没摆平，就急于对我军区居民进行杀戮。没想到，你为了向上司表功效忠，竟变得这样残忍冷血，风骨尽丧。你再也不是上下西遥见战斗中，与我们并肩作战的黄站长。 原来的那个黄站长，他报国不惜热血。住手！少跟我废话！我今天就是要借你们俩的人头。好，借我俩的人头也未尝不可。等你把绥德的山头派系都摆平，等到绥德的保安团不再是废物的时候，我保安团就算全是废物，要你们两个人头也是绰绰有余。 黄连长，说了这么半天，你怎么还是听不明白呢？或许你也听说了，我们平山的兄弟部队突袭了平山县城，在关帝庙前，我叔杀死了宇田正男。难道你们现在绥德的兵力要比日军大队还强？在我们看来，现在进入绥德县城，就如同进入无人之境一样。 说得也说了，心意已尽。一会儿，是敌是友，是打是和，黄专员，你自己决定吧。反正我们七幺八团三五九旅奉陪到底。来，喝了这杯酒，我们一会儿就尽情的把枪开火吧。黄连长，政委，还在担心团长跟郑云呢。黄逸轩的目的已经非常明确了，他是要用一个血淋淋的案件，逼我们出手，从而给顽固派一个打死禁军边境的借口。吴东南二十万大军，还刺在陕甘宁边区。
如果现在硬打这场仗的话，必然毫无胜算。我明白了，那你的意思是，不管黄逸轩怎么逼迫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们不跟他交手是吧？既要保存性命，又不能出手，更要斗而不破，真是难为他们了。那一直没动静，黄庄园不会被他们俩给害了吧？别乱说，黄庄园是军统出身，身手好着呢。那江副官，那您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不管了，先冲过去看看。好，冲！来来，长官。把枪都放下。王连长，不要让你的手下看出来你背锅了。来，我敬你一个。江副官，你带着一帮子人都拿着枪，是要送我们回部队吗？天青，把陆团长他们安全送出绥德，要不路上真有什么闪失，那我就说不清。是，那就麻烦洪连长了。行。团长，郑云哥。你俩刚才竟然给黄逸轩这个制造血案的刽子手敬酒，这也太给他脸了。哎，我们现在还没有资格跟胡宗南部队全面作战，现在啊只能斗而不破，这想想也憋屈啊。是啊，这黄逸轩可不是个善茬啊，能逼得他不敢争强斗狠的话，都已经很厉害了。再难对付的硬茬也有他薄弱的地方，就比如黄逸轩，他被逐出军统这是他最大的痛处，所以当我提到于右任时，他顿时蔫了半截。还有他这个人，自视清高，不愿与地头蛇苟且，这是他当下最大的隐患。所以，我提到牛城时，他也没办法说什么。总之，这次绥德之行，给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。估计啊，这半年内，黄逸轩不会轻易对我们开战。咱们呢，得好好利用这个时间，积极备战。只有这样子，咱们才可以停止战争。明白，团长。哎，郑云，你这点子出得恰到好处啊，你怎么想到的？是这样，团长，上次连姐争气的时候啊，季文叔硬闯黄二子家，愣是把黄二子家上下都给折了，用的就是强大的心理攻势，让这个黄二子妥协了。郑云就是活学活用了这一招。哼，好样的，郑云，这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员具备的基本素质，好好学习，多加把劲儿。是，团长。长官，以后再想对他们下手，那可就难了。长官，下一步该怎么办？严格执行委员长和胡司令长官的命令，禁止绥德地区的居民和他们有任何经济往来。严禁粮食、棉花、布匹，还有药品、火柴、通信器材进入边区。违抗者一律按走私罪论处。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遏制他们的发展。这样行吗？委员长的命令有什么不行的？前几年没什么效果，是前几任官员同情共产党，执行禁令不力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要严格执行禁令。这是我刚刚签署的禁令，马上发下去。是，长官。我在军界十几年，虽然没有什么大的成就，
但是像今天被折得哑口无言，还是头一回。七幺八团，陆宗孝、刘正宇，咱们走着瞧。哎，我做梦也没有想到，朱总司令会跟咱们一起去开荒。怎么着？前两天说去种地，你这还一个劲儿的抱怨，真怎么着？不抱怨了？我那不是没想明白吗？我还琢磨着，咱们到了平山去种地，来了八路军了还种地呢。哎，媳妇，你这话不对啊！咱们在家种地啊，那是为咱们家有口口粮，勉强度日；在部队不一样，那是为了支援部队。我现在想的可多了。哎呀，能跟总司令一块开荒干活真的是太好啊。你看人家大壮高兴的啊，一说跟总司令开荒呢，嘴都合不上了。当然了，现在种地，到了秋天咱就能吃上大白馒头了，能不高兴吗？瞧你那点出息啊。头不错啊，错。一把锄头，一支枪。青山寺给保卫当中央，一把锄头一支枪，青山寺给保卫当中央。哎，你看，西安九团兄弟们也来了。哎！哎！哎！哎呦！团长，老张啊。你来得很及时嘛！是啊，同志们，一起干活了！好，好。平山团首肯不久，张忠汉带领七幺九团也开进了南泥湾。垦荒南泥湾的第一年，是三五九旅全体将士缺衣少食、过得极为艰难的一年。而在千里之外的平山县，这一年的冬天，大白菜。收成不错。什么人？等等！哎哎，太君，哎，先别开枪了啊！那个大日本皇军呢，来到我们这个穹苍僻壤，帮助我们建设呢这个王道乐土，这劳苦功高。这也快过年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温塘村的老百姓呢，给你们送点这个慰劳品，以表示感激啊，还是请您笑纳啊。我去，哦，这都是今年的刚丰收的大白菜，大大地好。你做的不错，哎，是是是，只能三个人进去，哎，好吧，好好好。那个，咱们三个进去。好嘞，你在外边。好，好，走。哎，慢走，慢走，慢走。慢点。哎呀，等等！啊哦，是这样。那个太君，我们呢是来给你们送这个慰问品的。我们正啊把这个菜往火房送呢。哟西，哎，那个，这菜都太脏了。你看，这些都是今年呀。
啊，小心啊。太君，刘继文他们所谓的麻雀战，就是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跑，接二连三的骚扰啊。哎，就他们这样一年下来已经毁掉咱们六个据点了。太君呐，咱们可不能再让他们这样了。你以为我不想大举进攻他们吗？啊，我已经向秋野长官申请多次，但都被驳回了。嘿，这秋野长官怎么还能姑息八路呢？报告，你懂什么？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了，军区正把许多士兵从中国战场转移到东南亚参战，现在兵力还在不停的调配。哦，再忍耐忍耐，等到兵力调配结束，必将对太行山一带进行大清剿，到时候彻底消灭他们。哎，你们看看啊，这针脚啊又密又均匀，鞋面呢又松又软。要我说啊，咱们复旧会再组织一次做军鞋的培训，让任大娘好好教教咱们。不行不行，我哪会说啊，都在呢。哎来来来，哎别起来，坐坐坐坐坐，赶紧坐赶紧坐啊。哎，不是刘团长，任大娘也在呢。哎，坐吧坐吧坐吧。啊，刘书记啊，江主任和华妮姐去顾四村指导妇女工作了。哦，这个我知道，我是找你有点事儿。找我？对，哎，那个咱们进屋说啊。啊。叔，坐。哎。别忙了，我就向你打听点事儿。哎，我记得你在这个华北联大读过书。哎，你们那个大学有没有化学系啊？华北联大是以文科为主的，没听说过有化学系。哦，还没有化学系。季文硕啊，你问这个干什么？是这样，这不是小鬼子长期封锁咱们吗？嗯，这个弹药啊严重不足了。如果咱们从日伪军那儿夺呢，代价又太大了。咱们自己的黑火药呢，稳定性差，杀伤力也不够。我就在想啊，咱是不是能够找到一些专业人士，制造出咱们自己的弹药来，那样不就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了吗？哦，这样啊。嗯。不过华北联大确实没有化学系。啊。哎，我倒是听说过这方面的专家，还挺厉害的。啊？谁呀？在哪儿呢？是这样，他好像叫汪什么老师，是保定人，以前在清华大学化学系任教，北平沦陷之后呢，他不愿意跟随学校迁往西南，就留在了华北联大。现在呢，在学校里教英语，因为他留过洋，英语说得特别流利，在学校非常出名，所以我听说过他。那太好了，哎，我现在马上去拜访这位专家呀。行。哎，季文硕，我陪你去吧，那儿毕竟我更熟一些。也行，咱们现在走吧。好。团长，你先去吧。好。不错啊，哎，大乖，试手榴弹啊。扔远点啊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，一点不比小鬼子差。汪教授研制的子弹和火药都成功了，太好了。哎，但是别高兴太早了，咱们需要批量生产，还得赶紧寻找原材料才行。对对对，我这一直想啊，就这个做子弹的铜，咱们县委和县政府发动乡亲们，让乡亲们啊捐献，让他们想办法。放心吧，我们县委保证完成任务。嗯。哎，对了，你们谁身上带着铜钱呢？
连绵太行山脉，星空下千年远方，梦里依稀青草香，饮酒边点点泪光，捧一杯。